曼丽同志，这个吸取教训呢是可以的，不过你也别自己吓自己啊。你像咱这拖拉机啊，速度没那么快，不可能出那样的事儿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愁死了。那我们家那台拖拉机怎么办呀？我自己真的不敢开。我可以过去帮你开呀。不，其实你呀，你真的可以开了，你就是胆小。对呀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有这个毛病。我从小就这样，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见到一只毛毛虫就把我吓得瘫坐在地了。你现在让我摆弄这么一个大家伙，我心里真的是没底。嗯，也是，大城市来的姑娘嘛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从上海跑到新疆这么远的地方来啊？来支援边疆建设呗。我爸是做地质工作的，对新疆呀别提有多向往了。我妈妈去世的早，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，我爸舍不得我自己留在上海啊，就一个劲儿的给我做动员工作。嗯，我就只能跟他到新疆来了呀。哎，你知道我们这一批到新疆来支援建设的有多少人吗？两个。两个？那另一个是？哪有另一个呀？就我和我爸两个人。哦。现在是我们两个人，听说以后还会再继续来人的。那你们应该在乌鲁木齐啊。我爸在乌鲁木齐能待得住吗？才待了三天，说什么也不待了，非要到和田来，谁也劝不住。所以你就跟着来了？可不是呗。哎，不过可能是因为我爸爸来了和田，所以这台拖拉机才被分到了和田。你是知道的，新疆那么大，总共只有20台拖拉机，具体被分配到什么地方，这还要靠王震司令亲自点头才可以。咱就冲这一条，也得把它开好了。有没有信心再来一次？嗯，反正现在也没人看着。走。找我是有什么心事吧？你猜到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和军区马副部长有关系吧？嗯。你现在心里头有点期待，还有些失望，对吧？连长，我就觉得这人说过的话，怎么就没音讯了呢？别着急啊。信和人迟早是回来的，你要有耐心。张连长，你是不是会看不起我呀？怎么会呢？没有人会看不起你，我张远发更不会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如果我的年龄和你一样年轻，如果我和你一样的美丽，歌又唱得好，或许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。我其实觉得挺对不住您的。打住啊！你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我的。咱们是什么情况？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咱们是战友加歌友，既没有谈情说爱，也没有海誓山盟。即便有海誓山盟，我张远发在关键的时候也会松开手，让你往高处飞，绝对不会拽着你的翅膀把你往下拉的。张连长，我……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。你记住了，当你的耐心快要用尽的时候，机会就快来了。相信一个老兵说的话，这事儿啊和打仗也差不了太多。那万一机会没有了呢？我觉得他们现在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，真有点支撑不下去。小夏，虽然你现在身处沙漠，
但是在你的前方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，你必须坚信这一点。振作起来。陈连长，我听你的，我一定振作起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外面雪大的，啊！跟你说下雪不让你去，你偏得去。你没回来，我面都没敢下锅。哎呀，这外面雪大的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停，可不能让这炉子熄了。这炉子要熄的话，咱们俩得冻死。团长，哎哎，嘎子，团长，嘎子，嘎子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来，团长。没事，嫂子。你小子好长时间没来我这儿了吧？正好到了饭点了，留下吃饭。哎，团长，饭就不吃了，我是过来跟你汇报个事儿。啥事儿？说。哎，谢团长。说。地方不是有台拖拉机吗？啊。他们要去一个镇上拉点东西，这会儿雪下太大，不敢开，就想让咱帮个忙。是因为那个女拖拉机手吧？说实话。是。他技术可不咋样啊，团长，一回生二回熟，第一次开紧张，现在技术好多了，可以的，真的好了，真好多了。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啊，这不是，团长，你别这个眼神看我，没有，人家大上海来的，不可能。别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正经点。好了好了，瞧你那点出息，啊，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咱们英雄团的兵，这时候正好是雪中送炭啊，正好显示出军民鱼水情嘛，对吗？外面雪大，自己路上注意安全，回来以后向我汇报。是。行了，去吧。那走了。嗯，嫂子走了啊。哎，走了。那带点吃的吧。拿啥吃的呀？人家姑娘会准备的。啊，这样把那酒给她带上，驱驱寒。好。来，老子，穿上。不用了吧，团长。穿上，让你穿上，穿上吧。穿上，穿上。给。哎，谢谢嫂子。路上小心一点，回来以后给我汇报。放心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去吧，嗯，班长再见，嫂子再见。哎，门丽，哎，门丽，嘎子，哎，你咋才来啊？哎，你们团长同意了吗？我跟团长这么多年，当然同意了。来，嫂子给你的大衣穿上。哎，啊，暖和多了。来，哎，这又不是打仗，你拿杆枪干嘛呀？以防万一，防个动物啥的。我先看看机器。防啥动物啊？就狼啊、熊啊、豹子什么的。你可别吓我呀！我吓唬你什么呀？艾肯大叔说，有一年他就去咱们要去的那个乌下小镇，就碰到狼群了。好在他们骑的是骆驼，那狼群没得手。那咱这拖拉机是铁，比骆驼硬多了，咱不用怕吧？是。那他也不是坦克呀，还是提防点好，注意安全吧。没事，就防个万一。嘎子，你见过狼吗？见过呀，不过就一只，见着部队就跑了，和狗差不多，就是尾巴长，拖着地。那要是有一群狼，你怕不怕？
一群狼，没见过我也不知道啊。要真见着，怕也没用，那也不怕。嘎子，其实和你在一块儿，我啥也不怕。老李啊，你说你这个动不动就往团部里跑，动不动往团部里跑，啊，怎么说你都不听。你说你和文清同志这结婚刚多长时间啊？你给我汇报一下，你对人家怎么样？这有啥可汇报的？我们挺好的。什么挺好的？说说。我说啥呀？有啥可说的呀？咱们家那个领导啊，就说了，你没事啊，出去转悠去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呦呦呦呦呦，还眼不见心不烦，瞧给你得意的。老弟啊，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得劝劝你啊，给你敲敲警钟。这个文清同志啊，人家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啊，啊，你现在把人家弄到手了，你要知道珍惜啊，别一天到晚的往团部里跑，团部现在没什么事儿，多陪陪文清同志。你要发扬那个当时谈恋爱的精神，经常带他都去那个小河边去转悠转悠啊，给他采点野花，写个小诗啊，浪漫，对，浪漫。毛主席教导我。那个政委啊，我觉得你现在啊特别不像政委，你没事跟我念什么咒啊？我怎么像？你太絮叨了。我怎么絮叨了？我就是这么絮叨，你还油盐不进呢？我不是为你们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这个人那么絮叨，咱嫂子当年怎么看上你的呢？你成天这么絮叨絮叨絮叨，她烦不烦呢？不烦。你嫂子喜欢听我说话，我说话的时候啊，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我旁边听。哎，我走到哪儿，她跟到哪儿。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不错眼珠子听我说呀。哎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感情。这叫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。我知道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所以说你就别操我的心了。你小子我才不管，我是担心人家文清同志跳进你这个火坑。那跳进这个坑，那也是革命之火熊熊燃烧。少跟我这贫。咱们说个正事儿啊。嗯。最近上面下了一个通知，说咱们和田地区这个暴风雪还要加大，很多路已经瘫痪了，让咱们做好应急准备。战士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，不要外出，以免发生危险。那坏了，那个嘎子去镇上给人开拖拉机去了。他上午走的，照你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应该把他留下来呀。人已经走了，急也没用啊。他是个开拖拉机的好手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小子跟着我挺多年的，也经历过不少事儿，应该没事吧？嘎子啊！你要不要把大衣穿上啊？这么大的风，要冷到骨头里的。不用，这见了是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怕啥呀？再说了，我穿再多还影响操作呢。那，你真的不冷吗？不冷。再说我有这个呢。酒。来一口。来一口就来一口。怎么这么呛啊？这酒，那不呛人能叫酒啊？好多了吧？我们团长说过，这一口酒啊，挺一件皮背心呢。哦，你可当心喝多了。放心，不会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爸喝酒吗？他呀，他酒量可大着呢。他说啊，这个喝酒啊，是他们地质工作者的基本功。哦，对了，
他还跟我说，这个酒风就代表作风，酒品就代表人品。有道理啊，改天有时间我会去和你爸喝一口。不会有这个机会的，除非……除非啥呀？算了，没事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知道啥？除非……除非我成为他老人家的女婿呗。我看没戏。我没争取呢，你咋就知道没戏啊？我爸他搞地质工作的，喜欢身体强壮的小伙子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就不壮。你长个娃娃脸嘛，看着就像长不大的孩子。那简单呢，我把自己吃胖了，再留一脸连毛胡子，这符合你爸标准了吧？那除了我爸的标准，还有我的标准呢。你啥标准呢？标准那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又知道啥？哎，我还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，那我也知道。咱俩这是车轱辘话，没完没了了。哎哎哎！咋了？这咋挂不上档子呢？你是拖拉机开回来以后维修过吗？整个和田地区就我这一台，我找谁修啊？找我呀。那现在找你算吗？修吧。你。哪里？来。哎，慢点啊。哎呀，水箱冻住了，那咋办啊？没办法了，只能用我那台给它拖回去。先上车，先上车。嘎子，怎么办啊？天快黑了，戈壁滩上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咱们会不会被冻死在这儿啊？没事，不怕，有我呢。啊，我刚才看到岩石边上有避风的地方，这样我去找找柴火，点堆火，兴许能扛一扛啊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别让我自己在这儿。哎呀，我就在边上，不走远，在这儿等我。注意安全。哎。啊，你把这个围上吧。哎呀，不用，这有火，多热呀。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多柴火呀？这叫天无绝人之路，可能是以前那些猎人啊打猎留下来的。怎么样，暖和了吧？暖和多了。不过嘎子，我还是有点怕。你不是说会有狼吗？会有啥狼呀？这么大的火，狼也不敢来呀。再说，就算狼敢来了，这还有枪呢。别怕，我给你当警卫。好，那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反正跟你在一起，我连死都不怕，别说是狼了。啥死不死？你胡说些啥？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死，我还是男人吗？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啥你肯定听见了。你说我是你心爱的人啊？哦。我也要喝酒啊。我也要喝。哦啊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这酒太辣了。小的口喝呀。团长，
哎，杨芳，干嘛？那个赶回来了吗？还没好。奇怪，这乌恰离这儿也就百十公里，不至于吧？最怕的就是野兽，这冰天雪地的，野兽都饿疯了。这小子走的时候带武器了吗？带了。哦，这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团长，要么派一个班接应一下。不用了吧，我们雪那么大，去了也是白去。可是。 他不还小吗？也算是十年老兵了，不小了。行了，都回去睡觉吧。等明天呢，电话线通了以后再听消息吧。是。哎，曼丽，曼丽，嗯，你看啊，咱们现在是。 天作被，地作床，暴风雪呢做棉絮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就是有点有意思的过头了。嘎子，那是什么呀？上拖拉机。那绿油油的看见了吗？狼的眼睛冲咱们来的。 你记住啊，一会儿千万别慌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要出拖拉机，记住了没有？走。曼丽，上车，上车！曼丽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别出来。啊，那你呢？别管我。 狼顶着子弹窜，打得过来吗？可是你没啥可是的，咱只有5发子弹，不到半步子也不能开枪。帮我撕开，撕布条干嘛呀？做火把呀。狼最怕火，希望这些东西能撑到天亮。撑到天亮，咱就没事了。可是现在离天亮还早得很啊。实在不行再开枪。你不是说狼群打不完吗？
没事了，啊，没事了，啊，疼，疼，你没事吧？没啥事，刚才摔了一下。狼群不会再来了吧？一时半会儿不会了，头狼都让我打死了。我刚刚看到你明明枪枪都命中了，怎么就死了一只狼啊？我要是枪枪都打要害，那些什么老婆孩子还不敢找我拼命啊？那头狼没有老婆孩子？头狼有啊，就是因为头狼老婆太多了，反而没人找我拼命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走回去。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头狼的选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好，有什么消息马上通报。啥情况？有消息吗？没有。但是通往吴家的电话已经派人去抢修了，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不能再等了，搞这小子肯定出事了。从吴家到咱们这儿有两条路，拖拉机只能走其中的一条。我看这嘎子一定是在这条路上出问题了。天儿这么冷，希望这小子能扛得住啊。我马上集合部队，顺这条路把他找回来。老爷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就不用了，你留下来尽快的和吴家联系上。哟，云发到，马上集合一个班，大家带上武器，马上出发。是。没事吧，团长？你小子把我吓死了。没事。哎，问问我屁股，屁股啊！怎么了？啊！老李，这嘎子的伤怎么样？啊，我去看过了，应该没啥大事。那就好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
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啊，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啊。我和地方也联系过了，他们说啊，这雪天啊，狼群出入频繁，一个人绝对不能外出。回头开全团大会的时候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让大家都提高警惕。开大会的时候呢，我要做个自我批评。如果不是我考虑不周到，让他们这么去了，也许啊，他们就不会出这样的危险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咱们这地方是什么地方？人迹罕至的大戈壁啊，危险呀，时刻都存在。谁能预想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儿？不过我还是有责任的，如果我跟他们一块儿去的话，兴许啊，他们会更加安全一点。哟，这多愁善感不是你这个孙猴子的风格呀！啊，哎呀，老李呀，你说这个狂风沙暴、暴风暴雪，咱们哪样没赶上过呀？啊，咱们到了这儿啊，就是要做好应付这些困难的准备。再说了，这嘎子现在不是孩子了，啊，他是一个军人。是啊，当初啊，我一直觉得这小子是一个孩子，这次我真得另眼相看了。你想想，一个人面对狼群，居然临危不惧，啊，还保护了姑娘，这给咱们英雄团长脸了。是。哎呀，想起来呀，那嘎子刚来的时候还真是个孩子啊。哎，现在也算是咱们英雄团的老战士了吧？啊，可不嘛，也到了该谈恋爱的年纪了。哎，他和这个周姑娘啊，我感觉已经好上了，是吗？嗯，好啊，那他们这就是自由恋爱、自由结合呀。哎，按你那个说法，那咱们就应该推一下啊。啊，可不嘛，的确是应该推一下。那个周姑娘的父亲呢，是个科学家，来咱们这个地方来支援建设的，那迟早是要走的。如果嘎子和人家好上了，兴许啊能换个更好的地方。嘎子，你舍得？哼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嘛。哎呀，哎，那嘎子，你赶紧给大家伙讲讲。是怎么遇到群狼的？咋击退他们？就是这，赶紧跟他。那是疼，不是我说你一个人打不好那狼群，你这吹牛呢吧？谁跟你们吹牛了？真的，你们是没见那阵势，真的大晚上一双绿油油眼睛盯着你们，你换谁都发毛。也就是我吧，我沉着冷静，我最后一枪打死他们头了。哎呀，我看你小子是憋着唢呐坐飞机啊。你都吹上天了，你都谁跟你们吹牛了？你们信不信？什么东西信不信的？连长，我们正在听嘎子在那吹呢，什么力战群狼啊，英雄救美啥的。连长，他们不信我，你该相信我吧？我信，我信。一会儿回来接着吹啊。团长让你去团部呢。啥事儿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是，去吧，跟团长吹去呗。对，捂好你的小屁股啊。好，咱俩接着吹。哟，就我沉着冷静，没想到你这么明显是吹牛的吗？真的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这一个人打不着狼群。团长，啊，嘎子来了。哎，什么指示，团长？啥指示啊？坐。啊。咋了？屁股还没好呢？差不多，好利索了。我找你来啊，跟你聊聊事儿。嘎子，嗯，你什么时候跟的我呢？你去那个五泉山会马步芳的一个手下军官，那会儿你带我一个人去的。哦，对，当时那个军官在那个林子里啊埋伏了十几号人。你小子行啊，算人小胆儿不小啊，一点不害怕。我跟你在一块有啥怕的呀？跟着你啥场面没见过？再说了，两杆枪、压板子弹、药类别着，有啥怕的？你跟着我应该有十年时间了吧？不止，今年11年了。哦，对。11年了，年头不短了。你小子就没想过离开我，离开了咱们团呢？团长，我是不是犯啥错误了？我干什么呀？不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谁说你犯错误了？那怎么？我是说呀，你跟那个
周曼丽那个女拖拉机手咋回事啊？哦，就是我跟他说想那个啥，然后他也同意那个。啊，行行行，我明白了，不就好上了吗？对吗？哎，我问你小子啊，是他听你的还是你听他的？啊，这么说吧，是他愿意跟你走，还是你愿意跟他走？这个我俩倒还没聊过，不过他跟我说，我是天上的月亮，他就是旁边的星星。你别笑，你看你，我这不跟您汇报情况吗？不是，我是这么琢磨的，那星星不都是围着月亮转？应该他跟着我。就你小子这样子还月亮呢？你有那能耐吗？知道，可能人家姑娘就是哪怕我哄我开心呗，我也没经验。那你帮我参谋参谋。是这样的啊，那个周曼丽的父亲呢是个科学家，是王震司令员的亲自点的将，从那个大上海挖过来的宝贝疙瘩来着。可是人家不可能一辈子留在和田吧？那是他父亲，不是他。我还真和曼丽说过这事儿，我觉得曼丽没什么问题。嗯，我这么跟你说明白了吧？咱们建设兵团呢就成立了。这成立以后呢，这28岁以下的官兵呢，可以转为作战部队。你小子是符合这个条件的。那有啥区别吗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区别大了。咱们生产兵团负责的是生产，那作战部队负责的是打仗和军事。这个作战部队是要受衔的，咱们兵团呢是不受衔的，有可能把番号都取消。番号都撤了？对呀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你跟曼丽呢真的好了，你就随着他们一家人去乌鲁木齐。得，我不去，你在哪儿我在哪儿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你能一辈子跟着我吗？你回去啊，跟曼丽好好商量一下，也看看别人的意思嘛。啊，你就是背着狼的杜杆子啊？啊，是伯父，我就长得有点显小，让您失望了。我没失望。来来来，坐。哎，嗯，伯父您坐。这军人啊和科学家都是野外工作者，这野外工作呀可不能无酒。是，伯父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如果没有火堆前那一顿酒啊，我估计这个狼群呢我也够呛。来，喝了。嗯，哎呀，急事！嗯，豪饮之时啊，这酒啊是压不住的啊。热血沸腾之时啊，再热的酒都化成了水。那伯父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汇报一下。直说啊。我不想离开我们团。谁让你离开了？哦，是曼丽。不是，曼丽倒是没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曼丽她离不开您。哎呦，离开上海进新疆，我确实放心不下。可现在到了新疆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天山南北，任我驰骋，我可不希望曼丽当我的跟屁虫。相信你呀。也不会是个跟屁虫，保证不是。伯父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来，伯父。班长，啊，嘎子，班长，告诉您好消息。啥好消息啊？不就是要去乌鲁木齐了吗？去啥乌鲁木齐？去哪儿都不稀罕，我留下来。真的假的呀？那人家同意了？同意了，我跟周伯说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是说，曼丽同意了。曼丽同意？那我在哪儿，他在哪儿啊？留下来搞建设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班长，屁股。可知道没？
睡。